吸尘器能充当灭火器使用，你觉得是真还是假？网络上流传一则将吸尘器充当灭火器的影片，一名英国男子撒上不知名液体后引燃火势，再拿出家用吸尘器把火焰都给吸光了。小兵拿出两款吸尘器尝试灭除酒精火焰，但两台吸尘器的软管都被烧毁，连吸尘器都报销了。原来吸尘器能将火焰与酒精吸入机身，但酒精受热会气化成高热气体，温度足以把塑胶软管给烧融呢。除了高热气体会烧坏塑胶配件外，若是蒸汽蓄积在机体中，还有可能会引发爆炸的危险。所以火灾发生时，千万别异想天开用吸尘器来灭火哟。